的台湾大论坛哦，苏花糕曾经动过工哦，民国92年，本来的计划是99年要完工哦，本来如果照着时程，不一定99年能完工，但是大家会看到说，好像到花莲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路，快要可以这个完工哦，但现在开始，就算今年底。像行政院长吴敦义所说的，可以完成苏花改的环评。我们来看一下苏花改善计划，现在的计划呢是在苏澳的东澳段是三线隧道的改善，东澳的南澳段是既有道路的改善，南澳跟这个和平段呢采的是新辟的山线的路廊长隧道的方案哦。那和平的中段维持现在既有的路线，崇德隧道改善方案。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改善方案，刚才李鸿钧委员说，恐怕是要花8年的时间哦。那除了这个时间要这么长之外，有没有工程上面的难度，邓老师？我觉得工程上台湾有经验的了。台湾做这个雪山隧道算，雪山隧道上面的土层哈，土石层比这个隧道还厚啊。雪山隧道有水的问题，这边我也同意会有水问题，但是这边更有经验，以前打过那个北回铁路的隧道，它都跟那北回铁路隧道可能会接近重平行的哈。刚刚李委员说那个水的问题啊，隧道做完要把它封好以后，那个水的问题就会比较减轻了，不会对环境影响那么大了哈。那我是认为这个李委员比较悲观说8年，我是认为要抢可以抢，因为那个隧道哈，隧道长隧道它可以打横坑，你如果做一个隧道从两面开挖，我中间加一个横坑就4个开挖面，两个横坑就6个开挖面，所以就看你要加几个横坑，而这个横坑很好加，因为现在既有的苏花公路就可以打横坑进去，所以只看你政府有没有决心，有没有钱，这个都可以，就是在讲工资都可以，对啊，所以少3年，就是经费，可以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就是你们两位立法要给钱，哎，给钱就做到，周委员给不给钱？坦白讲，其实政府现在几乎你们不给钱的。你们所有花莲的选民不要投你们票，政府现在花莲来的没有选择了嘛？我刚刚就讲过说，除非你现在把东部的民众全部都搬到西部来住，不可能，否则东部的民众他有他的基本人权，这真的是一个人道问题啊！我觉得就不管你有再宏高的环保的理想哦，但基本的那些居民住民的这个人道的问题，你还是要兼顾到。那更何况还有观光的问题，还有安全问题，这太复杂了。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，它其实三阶段做嘛，第一阶段你苏花公路现在要赶快抢通，然后用比较低的门槛就要进行封路。第二阶段是刚才我们在讨论，也是文倩讲的，有没有用其他各种办法让你铁路东部铁路运输的量能够再增加？有没有可能增加班次、加挂车厢，包含这个拓宽铁路？虽然我知道拓宽铁路其实很难啊，就如果你坐过东部线的铁路，就知道铁路要拓宽一线哦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那最后就是你苏花改跟苏花堤，恐怕这是很难避免的问题了。我觉得水泥业它应该，其实水泥业对那个苏花公路的伤害很深，它应该。那个砂石车，它应该强制规定水泥一定要用铁路运输，这是第一个，它就应该先做到的，在未来的事情之前这样的。不过我觉得像这次这个苏花公路啊，苏花改啊，苏花改时间可能蛮长的。那苏花公路、苏花铁路或是飞机，那某一个程度来说呢，它可能看起来并没有一个太 perfect 的一个解决之道，立即之间的解决之道。那我还是认为这一次我还是要坚持。因为这次是有台风预报的，所以我觉得是要追究责任，要追究责任，对。我还是让大家看一下了哈、哦。其实苏澳到东澳这一段哦，它的短隧道是3.5公里，最主要在难住的哈、哦、隧道了、哦。那南澳到和平段这个哈、哦、是个长隧道，是13.5公里。13.5公里是很长的，依照那边的地层条件的话，13.5公里是很难做的，因为它那是要用爆破的，几乎差不多都要埋炸药去炸的。好、哦，那和平到重隧的部分是5.2公里。那当然就是说有乐观的看法，也有就是说加钱下去的，我们怎么样做？不过我们再怎么样快也要6年嘛。哦，那你在6年的时间，你说？你要再让花莲人说，我再等6年，我现在马上好，我苏花改，我今年就给你通过，也要6年以后的事。那现在问题是，这6年当中，那苏花公路怎么办？你总要做一个方向出来，你要做一个方向出来，它还是会瘫，它还是会下雨，还是会有交通事故，还是会问题还是在啊。哦，那你今天我们看到的是，你太鲁阁号，你包括火车，包括飞机，大部分是给观光客。那你现在观光客也进去也是80的，
也是游览车的。那花莲人呢？现在我们的主轴是要放在观光，还是要放在花莲人他们要来台北，从台北要回花莲，这个都完全是切割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政府应该要很严肃的面对的是看到这种问题，然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？所以刚刚提到，在火车的部分，可是火车不是下了车站的运转的问题啊，你去衔接的问题啊，好，你去衔接的问题，然后包括飞机也是一样，你下了飞机以后的衔接的问题，然后你在道路上的整个的一个机制的问题，然后现在包括预警系统，然后包括我们如何来封路的问题，然后包括你整个道路的交通量的维持的问题，这些都是要整体来看的啦。好，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，当然我们现在民企可用，趁这个时候赶快要一条书画改，赶快来做出来。可是它的问题还是存在嘛？所以立法院要赶快通过这个预算、啊。其实这个民企可用有两个解读了、啊，一个就是给环保团体的压力、哦、那一个呢是促进政府施政的效率、哦、那今天如果大家没有看晚报，或者看了晚报还没有结论的话，我帮大家做一个结论，也等于是暂时的政府发言人了。我觉得大家讲的书画改非常有效率哦。这个周末哈、哦，交通部漏夜赶工做环评的补充说明书，而且漏夜送到环保署。那环保署啊，本来的二次初审会议还要在11月中才开了，现在提早到下个礼拜一，11月1号要开，而且11月中要开大型的环保会议，要让它过。为什么？因为马英九说12月底一定要动工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。我认为是因为人命关天，走了20几条命。你才忽然间变得有效率，还是因为人命关天你才变成潦草从事？这个我希望是前者、啊、那环保团体不会抗议吗？环保团体现在很为难，他们现在说哈，很为难，他们说哦，我不反对你们加速开会，但是我反对你潦草决议啊，这个哈、哦、这种话哈、哦、其实是里头充满很多无奈。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了，今天的国家大政，台湾的国家大政，类似这个的需要重塑决定，需要有效率决定其实非常多，但是因为没有人命，因为没有说见了棺材才掉泪，甚至没有棺材掉泪应该更多，但是呢，因为没有，所以我们的政府是没有效率的。哦，那等一下，刚刚我们讲到剩下的苏花公路现在的段，也就是现在的台九线哈、哦，台九线就要交通分流，就小机车啦、小汽车啦，或者是纯粹观光的啦，那个哈、哦、就可以依照各位所要求的标准，随时封路。随时封路那没关系，没人叫苦啊。那台铁呢？那可以现在就立刻进行砂石车吗？不，但砂石车要到6年以后才走。那个苏花改嘛，那现在是没有办法的，可以坐火车啊、嗯、现在没有办法。但是问题是回到你刚才的台泥啦、因为台泥是民间公司哦、政府的力量比较有限，但中钢那个交通部已经要求中钢此后的石材要从东部运过来的话，通通要改为铁路哦，而且呢太鲁阁的车厢要很快的以很快的速度增加目前的3倍，所以的话哦，不是做不到呀，大家看到人命哦，20几条，伊是有机会来对哦，真济是落咱歹解决的压力外哦，所以哦，速度特别紧啊。为什么国家要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为什么政府要变成这样？难道这些案子不是本来就有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忽然间效率好起来呢？我真的是搞不懂。你怎么会搞不懂？就是沈委员讲的，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，所有的责任哦，政府是责无旁贷的，你就只有盖瓜承受了。因为极端气候，政府本来就应该知道。苏花公路问题很多，也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这个机制从来不调整？所以今天不要讲说是不是公路总局了，整个政府都应该要盖瓜承受所有的责任。不过我觉得法律要规定啊，真的在现在这个围路上头审一夜，好，就所有审一夜，不针对哪一家，即使是民间的，我觉得通通只要有可能危害人命的，我觉得全部通通都要禁止他走苏花公路，都全部都要用铁路，不是只有中钢啊。其实砂石本来是用船在运呢、啊嗯，船会沉哦，不，船当然会沉的、啊。但砂石本来规定用船在运呢、啊。现在台北港好了哈、哦，对，其实当初的台北港哦是南沙北运的哦、嗯，其实它有它的功能在。其实它应该用船嘛。当初的台北港其实有一部分的功能就是要从花莲这边让它船。其实有的用船，有的用铁路，根本没有。可是台北港现在开港了，它也没有去落实它，应该这公权力要赶快下来。好，先广告。